我们现在左手这个控制赛车方向的蘑菇头，我们换成比较长的蘑菇头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细微的调整方向啊，调整啊，都会变得更加轻松啊。那这就是我们在 Power A 上面可以有的优势，就是我们可以更换自己需要的蘑菇头。